开出来。我们就站在这里画在出货出发的。不要从那边出发，这个应该还有六分钟。有两片。大家不要往前了，大哥、我们现在是后来发现哦，那个我们党团变大以后，那个党团的薪水根本就不够付那个党团助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中央党部出钱请他们去党团上班的。现在不是国会计生哦，现在不是计生国会，现在是国会计生哦。